好啊，咋了，舔着妈妈？你不要整天说些奇怪的话。舔着妈妈，这不是奇怪的话，这是最近最流行的暗号。暗号？雷霆干妈，姐。姐呢？姐，这都啥时候了？你作业写吗？啊，还写作业吗？我都写了三本练习题了，还有写吗？你不写作业，你咋会呀？我累了，手当胳膊疼了，我不想写。不写不中，赶紧去写，走。我不想写。天使妈妈，你要干嘛？恶魔妈妈，你让欢欢写作业，他胳膊手都累得疼了，他玩玩能咋着嘞？就是的。那学生就应该先写好作业再玩，作业都没写好都能玩了？我今个就不让他写了。欢欢，你刚才说的啥？我说的雷霆干爸，无情哈拉少。那说的啥少啊？恶魔妈妈，你真潮流，竟然知道这暗号。我不仅知道这个暗号，我还知道好多暗号的。那我再给你说一个，天王盖地虎。欢欢，不要说这些没用的暗号，赶紧写作业去。你说这些所谓的暗号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我就不要听你的，我想说就说，我就听恶魔妈妈的话。对，咱俩继续说。天王盖地虎，小鸡炖蘑菇。这辣条真好吃。就这一包辣我都吃不够。小倩，别再吃这些垃圾食品了。为啥？我想吃。我给你做的饭你好好的吃，你天天吃辣条，吃多了不好。咋不好啊？那是你不喜欢吃，这辣条多好吃的。我说的都是为你好，你咋不听我的？你要是为小倩好，你就应该记得吃。恶魔妈妈，你咋又来了？我来给小倩送辣条的。来，小倩。哇，这么多辣条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谢谢恶魔妈妈。你这孩子也太不听话了吧。我没有不听话呀，只是我不听你的话而已，我听恶魔妈妈的话。小青真乖。你这样让他吃太多垃圾食品会对他的身体不好嘞。他喜欢吃你就应该满足他，有啥不好的？就是嘞，你对我一点都不好，我一点都不喜欢你，你快走吧。走吧，小青喜欢的是我。吃，小青继续吃。好。哎，我削个手套，再削个水桶。欢欢，你咋不好好写作业，又在这玩手机嘞？恶魔妈妈说我写作业写累了，把手机给我了呀。欢欢，你作业写完了你再玩手机？哎呀，知道了，我把这一局养了养，玩完我就不玩了。不管，作业写完了才能玩。哎呀，天使妈妈，我玩一会儿咋嘞？又没事。不管，不管就是不管，赶紧先写作业。这是你逼我嘞。恶魔妈妈，快来呀！天使妈妈不让我玩手机。我来了，欢欢。你凭啥不让欢欢玩手机？我不让他玩手机是为了他好。够了，我才不想听你说的那些嘞。你走吧，你要不走我可动手了啊。欢欢，我这样对你是为了你好，他这样是害你的呀。哪是害我的？恶魔妈对我多好嘞。对呀，你赶紧走，你走不走？哎，欢欢，你赶紧走吧。妹妹，我最近看手机看太多了，我眼睛疼。你这衣服捂的好像稍微有一点，我感觉我的眼都有红血丝了。那肯定是最近两天咱看手机看太多了，要不然咱不看手机，咱出去玩一把。滚，站住！恁俩准备上哪去？俺最近玩手机玩的太多了，想出去找胖丫玩会儿。啊，放松放松。不能出去，必须在家给我待着。啊，俺以前经常跟俺的小伙伴玩，最近两天都没给他们玩过了。对呀，一直给俺待着，家里头都没啥好玩的了。没啥好玩的，那就继续看手机。哎，不想看。对呀，俺的眼睛都疼了。哎，要不然这样，跟我妈妈，你叫俺写会作业吧。写作业？想都别想。啊，还不让写作业，还不让出去玩。一直让咱玩手机，一直让咱吃垃圾食品。你这样一说，是了，这个恶魔妈妈好像不是好妈妈呀。那个天天监督我们，不让我们玩手机，不让吃垃圾食品的，那个妈妈才是真正对我们好。对呀，让咱写作业确实为了咱好，可是现在完了。哈哈哈哈，没错，不过你们知道的太迟了。